那么大家老说，我也听说啊，就说老赵啊，有什么叫什么金猪杖九山，不错。对吧？他也没打过，哎，没打过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都是假的。那么我就要感觉一下老赵他内功，他说的那口气蕴含在他的腹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需要功要用我真正的东西来，不用说需要功真正的东西，我来体验一下。你们相信我经常骂冯宇子，我他妈的要说假话，那他妈需要功等于自己抽自己大脑，对吧？对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说啊，哎，我先说，我先明确了，哎，可以吗？就这位置，好。我先说，我先说好了。哎，我是勾拳，先打一拳，随便，你小心我腰带，我把腰带给抽。先撩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行，大家撩一下吧，这是现场，这是现场，大家撩一下，给我方便啊。撩一下，对，别客气，骂都骂了，打也别动。好了，哎，勾拳，看我，大家看啊，我不做，我先把这背子做出来。哎，哇，这样的去打，大家看一下，勾拳。我真使劲了，知道他妈出了事儿别打我，出了事儿算我的。你要不要不这人瞧不起我？有屁，不屁。好了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，一次，再来第二次直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。好拳，看一下，哦，我确实发力了，确实发力了。